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，希望近期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，讨论双边和重要地区问题。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，普京在15号就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73周年给金正恩的回电中说，他准备好与金正恩在近期举行会面，并就双边问题和重要的地区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。普京表示，通过俄罗斯、朝鲜、韩国的共同努力，三方合作项目能够得到实施，三方互惠合作会进一步发展。